新闻继续来看，新闻当关世音菩萨圣诞纪念日，世界佛教正心会拢会伫咧家己咧举办着盛大诶法会。第一号伫咧国立嘉义高中，特来举办着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吸引将近1000位信众参加。嘉义市长涂新泰阁有倒位诶议员嘛到现场来了解。世界佛教正心会一号在国立嘉义高中邱真堂举办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近千位信众参加。护顿尊者雍纵尊者第五世，恒性嘉措仁波切是 HH 第三世多杰江佛在台湾的法师弟子，就文殊亲传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的传承立身做主法。观音大悲加持法上重要是在结行的部分，无私无我，利益大众。观音菩萨圣诞祈福活动，这个活动是观音大悲感召加持法会，是由主法仁波切、库顿尊者、永众尊者、恒性嘉措仁波切，在尊贵的第三世多杰羌佛指导下修法，来加持与会大众。这部法非常的殊胜，就是可以祈请诸佛菩萨，尤其是观世音菩萨能够莅临坛城来加持与会大众，希望大家能够得受大吉祥、大如意、吉祥平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及吉祥大昌盛。嘉义市长涂新泰一透早来参与致辞，表示感谢正心会在嘉义市举办祈福法会，为地方带来和谐平安、富庶欢迎，更结合社会大众关怀弱势，加惠地方。新闻蔡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